天的主题就是西洋歌系列。应该听出来了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西洋歌系列。当唢呐演奏西洋情歌的时候，听起来会是中西合并、双剑合一，还是会直接翻船呢？今天的规则由阿胜跟坤坤各挑两首歌，然后最后我们再合奏一首。By the way， 我们的专属会员频道已经开放给各位家属加入啦。想要包礼金的家属们，可以由下方资讯栏点击连结进入会员频道的入口，或者点选主页订阅钮旁的加入，就可以来加入啦。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西洋情歌系列吧 ，Go Go！ 上一次输给坤坤，这一次我要来血池了吧。不过又不会翘了哈。好，剑刀石火布，你先攻。当然。乌龟乌龟翘，乌龟乌龟翘，翘。好吧。来来，坤坤先发。来，那你第一首选的曲子是什么？You raise me up.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有 freestyle 吗？我相信你可以。OK。Whatever you do, I will be right here你今天呢、啊？ Hi. 你喜欢一个女生，你会用唢呐去跟她告白？想到这个问题有点尖锐。
基本上你会接受吗？我不知道，要不然阿强你来演啊，你来演强姐啦，好不好？强姐一下，来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不要这样，阿傻伟啊！强，有一件事情放在我心里很久了，就是我喜欢你，可是我喜欢有点小才艺的男生呢。那我特别准备了一段才艺，好，好吗？好的，我用唢呐吹一段。Nothing go, nothing melody for you. 好的，希望我会动心。好的 ，OK。我第二首挑的是 My Heart Will Go On， 就是铁达尼号啦。来，第五首就是我们的 Amazing Grace， 什么恩典呢、啊？奇异恩典，奇异恩典，奇异博士。
们觉得好听的举手。觉得不好听的举手。那你们觉得好听呢，还是不好听呢？如果觉得好听的话，你们在留言区留个一啊；如果觉得不好听的话，在留言区留个二，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一下喜欢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哦。这首歌根本就是长音练习曲。那刚刚在试啊？还在啥？刚才游泳好累。游泳游太累。来，小伙。